明星妈妈创意造型便当大赛，面包超人造型便当，有些小朋友不敢吃花椰菜，我把花椰菜都藏在里面。这个我不知道，今天等于是快四只的那个花椰菜。小朋友很喜欢的史努比，炒一些玉米啊，炒蛋，布拉吉，小朋友知道吃不来，健康营养为主，都带来了。每天都吃史努比就晚上。